阿拉伯埃及共和国1014年12月16号，宗教经济进步卫星和批判行为对个人和国家的危险性，一切赠送全归安拉，容世界的主。安拉在《古兰经》中说，卫星的男女彼此是同类的，他们全恶界上紧握双手，他们忘记了安拉，若也忘记了他们。卫星日又是放射日，我见证万物非如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他在圣训中说，卫星蛇的特征有三点：说话就撒谎，节约就奢悦，受人信托则被心欺疑。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毫无疑问，卫星是一种不日之计，也是一种致命的孤寂，它会破坏各个民族和社会的集体，它是会破坏信仰要素的最严重的心疾病之一，也是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最危险灾难之一。因此，卫星的危险性、必不性和以物配书更危险，因为它是破坏伊斯兰民族的蛀虫，让伊斯兰民族饱受了种种不幸与灾难。叛国罪是历史上对国家存在的最严重的威胁，叛徒历史上摧毁了很多国家邦国，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真主义的是国内分享对各国壁外不分享更危险。我们应该知道，危险分为两种，大的危险就是信仰方面的危险，有这种卫星特性质，又是飞行师，因为他们口是心非，口头上信仰，其实内心根本不信安拉。安拉是我们这种卫星师不会该受的惩罚。他们譬如火狱的最下层。第二类小的卫星就是行为方面的卫星，有这种卫星的性质并不属于背叛，他们的结局在安拉的意义之下，要么惩罚他们，要么饶恕他们。但是若不向安拉忏悔，那么小的卫星是陷入大的卫星的途径。古兰经和圣训也给我们的指明了卫星之人们的特征、道德和寂寞。他们的特征不随时间地点、环境和人群而改变。卫星之们有着很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受托付是必心起意，但或是就撒谎，节约是毁约，与人潮是蛮横，这都是卫星者们的最严重的特征之一。这些特征都属于行为方面的卫星。穆圣在圣训以此描述卫星者们而说，这种行为是预备了
他就是的道德卫星时，是预备其中受多夫士卫星起义，是预备其中之一，他就有卫星的成分，除非他放弃受多夫士卫星起义，但或是有撒谎，也越是毁约，因朝时蛮横，是预备四种，四种行为是辨识纯粹的卫星式，是预备其中一种行为，是辨有一种卫星行为，直到他放弃为止。这些责任会损害民族利益。我们经常感动卫星师说实话，也欺骗人们，但他其实是说实话最远的。按了说，有人谈论近视的生活，他的言论使你赞叹，他还就按了佐证他的存心，其实他是最强悍的仇敌。古兰经中卫星欺骗和卫星起义与撒谎不可分离，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安拉所说，他们将欺瞒安拉和信使，其实他们只是自欺，却不觉悟，他们的心里有病，故安拉增加他们的性病，他们将为说谎而遭受重大的刑罚。穆圣曾严厉警告说，说谎并说明了说谎的危险性而说，你们应当谨防说谎，因为谎言导人于罪，罪将导人于火狱。一个人常说谎言，就在安拉那里被注定为造谣者。曾有人问安拉的是指信使给施诺夫吗？穆圣说，可以，我有问信使可能是另四个人吗？穆圣说，可能他有问那信使会是撒谎者吗？穆圣说，不会。阿布巴克曾说，说谎是背信弃义，翻过回个段挨打的挨打纽带也会导致分裂和人际交往中的恶行。背信弃义将是一种惭愧悔恨。穆圣说，复审日按了即和先面和后面时，每一个未约日都有一杆去做标记。天显说，这是某人未约复审日。穆圣是半过日的仇敌。正如穆圣说三种人在复审日，我是他们的仇敌。一种人以我的名义续约，然后违约；一种人买卖自由，两人是七价钱；一种人雇佣劳工做万花不付工资，判过是最严重的被判行为之一。伊斯兰教严厉警告的恶劣特征中有人潮湿蛮横，大是一切恶行之要事，也是便利真理的道路，会使真假普遍。安拉把人潮湿蛮横的人称为最强悍的仇敌。正如安拉所说，有人谈论近视的生活，
他的言论使你震动，他还就按了做圣他的尊心，其实他是最强悍的仇敌。阿伊夏全书说，阿伊夏全书事实说，在安拉看来最可恨的人，就是那些最爱敬朝的人。为信者们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是两面派，以一副面孔来见这些人，也另一副面孔去见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因此他们是最坏的人们。正如穆信所说，你们将发现最坏的人是两面派，他以一副面孔来见这些人，也另一副面孔去见另一些人。卫星有许多表示，其中包括在地方上作恶，妄称他们是交接的。按了说，有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你们就说我们这是交接的人。真的，他们就是作恶者，但他们不觉悟。作恶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在国家中作恶，把软弱注入在真正的信士们心里，传播有度思想和误解，在人与人之间挑拨离间。正如安拉所说，假若他们同你们一起求生，那么他们只会在你们中间进行捣乱，他们必定在你们中间挑拨离间。你们中间有些人替他们做侦探，安拉是全知不一日的。又说，你们不要在这天出生，你说或愚的，或是更炽热的，假若他们是命令的。又说，安拉知道你们中有些人阻碍别人，并且对他们的同胞说，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吧。他们是偶尔参战，在地方上作恶的性质中有克扣别人所应对的货物。正如安拉所说，不要克扣别人所应对的货物，在干山的放之后，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这对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是行道时在地方上作恶的，现实中还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贿赂破坏国家，混乱与无序，不承担责任和借诏书而侵蚀别人的钱财，流行穷白色的烂餐和公民钓鱼，特别是礼拜，因为它是最好的善功。按了说，卫星纸的确向其变暗了，他将以他们的欺骗回报他们。当他们站起来去礼拜的时候，他们懒洋洋地站起来，他们共鸣钓鱼，他们这稍稍纪念安拉。又说，他们的见见日所也不被接受，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仰安拉及其事实，他们不做礼拜之一，
但做利百氏宗师懒洋洋的，他们不急不愿见这一孙。师总是不情愿的。牧师说，对于卫星师，再没有比成立和效力更为艰难的开工了。假如他们知道这样反白宫的尊贵，他们一定去立即实施怕失去。牧师说，人们啊，你们当警方隐藏的一无比如。他们说，安拉的事实啊，隐藏的一无比如是什么意思？牧师说，隐藏的一无比如，即人们礼拜是为了得到人们的尊敬。我说了以上这些，就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全归安拉，用世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独一无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以及使者。各位穆斯林，威信的表示之一就是与敌人联名，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与宗教和祖国相违背。即使导致国家的毁灭，也无所顾及。这些卫星纸会传递新闻信息，也是祖国的秘密。他也为了满足祖国的敌人而忽视他的亲人和邻居。安拉说，你将看见有信兵的人将争先的去与他们亲善。还要多次说，我们恐怕遭遇厄运。安拉也需降下圣礼或发出命令，而他们认为自己心中隐藏的阴谋而变成悔恨的人。又说，你们中的确有人逗留后方，如果你们遭遇灾难，他就说，安拉去护佑我，因为我没有同他们在前方。如果从安拉发出的恩惠降临你们，他必定说，在他们与他之间好像没有一点友谊一样。但愿我曾与他们同在前方而获得伟大的成功。如果祖国受到了伤害，人民获得福利，卫星人们就有仇，人们遭遇祸患，卫星人们就乖了。安拉说，你们获得福利，他们就有仇，你们遭遇祸患，他们就乖了。如果你们见人而且敬畏，那么他们的计谋不能伤你们一丝毫。安拉确实周知他们的行为的。除了这些卫星者们以外，还有新的卫星者们。他们除了预备撒谎和背叛等等之外，还以将们的名义欺骗人们，也以将们的名义涉嫌通常通过阴谋手段寻求权力的消极团闭的利益。他们只认为自己是信实的，其他人不是信实的。安拉在古兰经中严厉警告这些人，他说，阴谋是困其创造之。
按了以不稳定、恐慌和不安全而惩罚。有这种大的卫星特性时，正如安拉所说，你们动摇于信道与不信道之间，既不归这等人，也不归那等人。安拉是谁迷雾，你越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真的道路。又说，他们以为一切呐喊都是对他们而发的，他们却是敌人故意当进犯他们，愿安拉恕在他们。他们是如何被谬的呢？另外，安拉封闭了他们的心，故他们不明白安拉和穆圣的话。正如安拉所说，这是因为他们口称信道，信是不信，他们的心就分闭了。如果他们不是明理的，至于后世的惩罚，安拉说，在你们中的有目的阿拉伯人中有许多卫星者，在麦地那人中也有许多卫星者，他们常以伪装，你不认识他们，我却认识他们，我将两次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将被损去受重大的刑罚。第一次刑罚就是在禁食，第二次刑罚就是在坟墓中，最大的刑罚就是在后世，在后世必定把卫星纸和不星纸全提及和在乎于理。正如安拉所说，安拉必定把卫星纸和不星纸全提及和在乎于理。又说，卫星老比如火鱼的最下层，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为会罪自行信徒安拉却为安拉而将身份教的人是与信士们同等的。安拉将以重大的报酬赏赐信士们，为了保护国家及其日入，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可能的危险。我们也应该竭尽全力的灭绝那些与敌人联名的叛徒，同时应该在当中前面暴露他们的隐私和秘密，对于那些想叛国的人，此中却有一种简介。这都是为了取得安拉的喜悦，也是为了保卫祖国尊严、尊严和我们的国家和孩子的未来。我们也应该保卫我们的国家受到那些面对叛徒松懈的国家所遭受的伤害。主啊，求您净化我们的心灵，并求您保佑我们的口舌非礼无言，保佑我们的眼睛非礼无视。主啊，求您保佑埃及和他的人民。